欢迎打开罗比频道，今天的主题是罗比频道10000人订阅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这个频道从前年的12月31号这一天创立到今天，突破10000人订阅了，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呢，真的是要非常的感谢每一位订阅的观众。你们对我每一支影片的按赞、留言，甚至是分享，都是对我非常非常大的帮助。希望你们可以继续支持我的影片，感激不尽，感激不尽。Thank you so very much。那这支影片的重点就是在10000人订阅之后，跟风的做一支 Q&A 的影片，让大家来多认识我一些。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要提问的话，请在这支影片的下方留言，我会找一个尽量有趣的方法来回答你们的问题。 Just bring it， 有什么问题就尽量来吧。那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，还没订阅我的朋友请去找找你的订阅钮订阅我的频道。除了订阅这个频道之外，你也可以在脸书还有 Instagram 上面找到我，我也会定期在上面更新一些我的资讯还有电影短评啊等等的，大概就是这样子了，我们下支影片见了，拜拜。